大唐贞观一十二年生于兴州，先赴范阳人世，做官的，不料得罪了朝廷，削为平民。慧能随同双亲流放到这蛮荒之地，幼年又丧父老母，遗孤不得不靠打差卖差。
连不成章句，你倒是听也不听，慧能专心。这厮令我好生烦。出家人无生计之忧，烦恼个什么？断断断断了他妄念。Thank you.
在彼岸。三人还有寄宿的行者都来了，任大师还有何吩咐？汝等多年来寺庙降香求佛，日复一日，忙些什么？等终日忙忙碌碌，本性迷失，怎么能够得救？要说的话，我往日都说了，无需再说，能说出来的，说得出来的，又皆非佛法。
图腾不用眼瞪瞪看我，归去自看吧。各做一计，去领会本来就有的般若之智，领悟了佛法大义者，便传福大法和这身袈裟，秉承达摩祖师的衣钵，为六代传人。看看看，看个什么？你踩人鞋了，你踩我脚了。您上座。得了，这可是作文。我等念经的念经，打坐的尽管修行，要说佛法真谛，阿耨共度心。门徒仙人这计，竟无人敢做。想我身为首席上座教授，非秀莫属，可谋求宗师之位。此举乃大不善，秀断断不能，非不能，断断不为也。不成此计，宗师又安知弟子心中见解，其也得不到正法真传，菩萨我也。神笔大话是如真是也。吾不活灵活现，唯独尚未画过佛祖达摩传衣钵，这西天来的佛爷耳垂底尖，还是额头上长角，倒叫老夫犯琢磨。好在谁也不曾亲眼见过，且可老夫挥毫了。入佛门是宗师，无奈我师受衣钵，又不明言，菩萨我也。阿弥陀佛，快唤老和尚去。
相皆是虚妄无化之，相就不必化。远程来也，好生辛苦，奉白银三锭，算作酬劳。不敢，不敢。留下此计，大家诵读，以此修行，即不堕落。善哉，善哉。是你做的这计，弟子罪过。老和尚发慈悲，看看弟子可有智慧，是否使得佛法大义。刚到门口，请宗师开示。若得无上菩提，还需见自本性。如何见自本性？弟子愚钝，去好生静心。清净，何处惹尘埃？好啦，好啦！
老师未歇，心事未放得下，能放下吗？门外来者何人？行者慧能。站在外头做什么？尚在门边踌躇，入得了门不？跨一步就是了。恭请老和尚吹示。汝从门外来，门外有何物？大千世界，日月山川，心有水，还有风风雨雨，世间犬马车轿，高官走卒，来的来，去的去，更有商贾真枪叫卖，哑巴吃黄连，痴男怨女，一个个弄得倒四颠三。此时此刻，夜已深，人也静，唯独才出世的小儿在啼哭。门里有什么？和尚和我。我为何物？心中之念。何处之有？念念不断，无所不在。无所住还问个什么？没了。有何以说有？只因和尚刚才发问。问个什么？空的。
天人师佛，大智慧到彼岸是矣。此乃八魔祖师东来所授法一传，二祖会可传僧参，僧参传道信，道信传老僧同仁，今授于汝为六代传人。此佛乃老僧流芳所用，一并拿去，擅自护念，广度迷人。自古传法，命若悬丝速去。此行何处？望恩师垂示。别看这偌大的寺庙，香火鼎盛，可法传一经啊！今后佛法难起，邪法进京，贪传不是，依赖朝廷，如西里。心愿已了，当此人事，随我来为汝开庙门。Thank you.
上。菩萨也难在人间，得了法传海涛难。萧萧，泉水清凉，未能何处可栖身？佛法在身，命难全。您上座，佛
在下一见母父，实在罪过。恕惠民愚钝，所以追而不舍，求的是法，不在意，求我是开示。上座免礼。既为佛法而来，且静心听我说，不思善，不思恶，当下如何才是上座本来真面目？上座，北去化云吧。心思多年，师父要问起，过个什么番，又说不明白，岂不白用功？过番也是做功课，别误了时辰。可否们无情，何以无端从这番
道说说看。风之无心，所动者乃翻。翻不也无心，又何以为动？风帆虽无情，乃姻缘，向何之故？姻缘有情，有情乃动，而风帆即是无情物，何以也动？这话问得好，谁能对？动则风起，不动则灭，风之本性，而帆看似在动，其实风不动而已。不见风不动，不见帆动，错也。对。若帆动而山始不动，此非风之本性。风帆俱无情，何言本性动与不动？风帆如故，既非帆动，也非风动。见动者不过是妄想而心动，法本无动于不动，这便是无生无灭。说这话的何许人？一位过路的行者。请行者上前，尊姓大名？俗姓卢，名慧能。来自何方？岭南山中。可有尊师？曾是岭北齐州东山弘忍老和尚门下。是早已辞世，知否？知道，弟子有负宗师所望。今日经不讲了，个人做个人的事去。我有话同这位行者说。中前道，佛法难亲，莫不就是贤者？在下正是。何以迟迟不见出来传宗开法？祖师有言，能潜行经年，隐于山里猎人之中。这果真就是无足大师法寺掌门人慧能，有何凭证？祖师的法衣尚在。真是无上因缘。行者刚才寥寥数语，平生未闻，令我悚然。请大师随我登堂入室。Thank you.
比丘尼无尽藏也。都上前来。
派人士，慧能赤条条来这人世周遭一趟，去也两手空空，不带什么走，能为你们解除迷惑，大家安乐就好。汝等还有什么疑难，及早问我。老和尚，快别说这话了，弟子听了心里难过。
生奇怪，大热天，满山林木霎时变白，莫不是八月雪吧？是不是菩萨？诸位善知识。
佛门普渡，要当菩萨的都进来。
禅堂如戏园，人走场空，各自去营生。
那香小姐能唱个什么？女子本风尘中人，唱的无非是风花雪月、儿女情长，客人要点哪曲，便唱哪曲。这位相公，见君赶考，还是怀才不遇呢？无所事事，游戏人生，又繁根未断，也是个俗人。那么，就唱个八月雪吧。相公，八月有雪吗？太后、中宗、皇帝陛下，交出。
冲一枪，万里驰骋，特命微臣征召大师进宫，内设道场供养，请能大师略作安排，即由微臣护卫，火速进京。老身腿脚有毛病，如今行不得远路。大师寸步不必走，沿途驿站备有骏马，战战兢，不用担心。就抬你老和尚上车，自有车夫驾驭。这身老骨头，就怕没到京城，一路颠簸散架啊。还得劳神圣上替老僧收拾，不妥，不妥！传奉帝命，怕也不好，向圣上交代。贫僧一无所有，唯有祖师所传一领袈裟，奉上请将军臣献太后上，也不辜负圣上垂恩关照。圣上真当是老和尚，而非袈裟，要和尚的一身那衣又有何用？赵四叔乃御礼亲书，老和尚别不识抬举。要吗？什么？拿去好了。拿什么去？老僧这脑壳。这什么意思？圣上要的不是老僧，区区便是。皇上要和尚进宫说法，没说要你的脑袋。善哉，善哉！皇上也要当菩萨。皇恩浩荡，皇修庙。两三里功德天下，和尚不要造次，功德不在此处。阿母，功德安在？艰辛施工，品质是得年年心平等之心，得及不清，
简，听不懂和尚的话，不怕如是禀报皇上。是老身说的，慧能别无他法，可说与皇帝。众生即是菩萨，自心无菩萨即是众生，慈悲即是观音。将军如实禀报太后和皇上，恕慧能居山养疾，修持道业，上达皇恩。沙弥回来了，弟子神会遵从我师教导，各处游方，也去过神秀禅师处，为何又回来？秀禅师征召入京，如今是两京法主，圣上门师，弟子还是回到我师门下。
他那里可曾见到什么？师父呢？又见到什么了？别耍弄你那小聪明了，弟子罪过。老僧也见也不见。何以也见也不见？见两边。早在这个拿这个诺贝尔奖之前，我就有这个梦想。我梦想就是说，有一天能有一个现代的东方式的歌剧出现。这个剧本写的是慧能的生平以及这个以及禅的这种精神啊的前后，可以说跨度很大，跨了250年，就是唐代的这个禅是一个它的兴起到一直到最后它的衰落。何许人？送柴的。搁到善堂就是了。都已一根根码好。比丘尼无尽藏在做晚间功课，柴且明朝一早来取。替出家人担柴，不取分文，也是慧能做人的本分。阿弥陀。戏我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作，它对于这个21世纪的开始有很大的一个震撼。它其实是一个创新的实验，这个实验会不会变成一个剧种，以乃至于它是不是会让全世界来接受，我认为这个都是时间来考验。我一直是想做一个大型的歌剧，而这个大型的歌剧不同于西方传统歌剧，从它的唱法来讲，从它的表演方法来讲，我都想最后要体现的一个成果，而不仅仅是做实验。然后呢又有交响乐队，又有合唱队，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最后啊它会体现出一个呢完全既不同于京剧也不同于歌剧的这么一个很新的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模式一个方式。而这个模式呢在欧洲来说呢几百年的歌剧史上啊也没有人做过。当我听到了第一幕的 demo 以后我就放心了，而且非常高兴给他打电话，说我说我这是我已经预感到，我说就音乐而言，这是一个出色的，是一个杰作，是吧？
转转，打扫你的事，打扫当地人都是大智慧，当地人相信即是大慈悲。做设计做过150多个演出，但是这个是我最大的一次挑战。我们希望做一个简单非常简洁的一个舞台，是没有里边要有，是看不见的东西要看得见，色彩和这个线条都非常非常简单。舞台设计现在单纯到只有6根柱子在舞台上，但是这6根柱子是可以不断的活动的，可以移动的，而且由演员来跟表演结合在一起。在视觉上的就是我们做的大小，就是多少还有一点透视，使那个层次就更深一些。那个越圆的柱子就越细，就有的是就越小。对，所以这个推，这推有点技术啊，这推出去就回不来了。这个格调的风格并不是说是要想展现中国的这个传统，恰恰相反，是一个很传统的故事，但是我希望它得到的一个表现形式是相当的简朴，是吧？因为也是跟禅的精神跟这戏的内容是有关系，要它单纯质朴，因此当然在服装设计上就要变得非常的单纯。我觉得八月雪它有很多的气氛在里面，所以我第一个浮现的一个浅灰色，那个灰色它也带有白色的那种，所以比如说我在整个戏里面，处理颜色上我会从这个颜色开始去延伸所有的其他颜色，这样的感觉比较突。好好看。你希不希望它在？啊？就是有这个很质朴。哎呀，漂亮啊！啊，这也是比较好看的。怎么样来区分每个角色呢？我会按他的角色跟他的性格去给他不同的颜色的分野，所以你看到其实整个戏里面的颜色系统都会非常干净，就是说一个人一个颜色，但它颜色之间也有关系。我在群队上那个颜色会比较倾向于背景。何因远扬，天人敬仰，何罪之有？则天太后、中宗、皇帝陛下，九重一响。万里驰骋，特命微臣，真
行不得远路。大师寸步不必走，沿途驿站备有骏马，战战兢兢，不用担心。有马也骑不了，就派你老和尚上车，自有车夫驾驭。我们戏就做出来了。出发点是那个四不像，作为我们的一个出发点，也就是说是一个挑战，是吧？就这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但对我们创作或者做实践的人来讲是一个刺激，因为你就是说你要丢开陈规。你去找那个新鲜的东西在哪里，然后你找得多远，走得多远很难说，就最后就呈现这么个戏。这个戏就下面就留给了戏剧批评了。大英皇城，喵！大
受供养，霎时成为天人师人。张作在做什么？关羽听信，众僧都在堂上，请上座登堂讲法。法师如此敬重，只怕说也无用，就看有无因缘，请上座更衣着法穿袈裟。法师着法衣之慧能与不着法衣之慧能区别何在？为着袈裟为能行者，只一宗是德；着袈裟者为宗门法寺众人所共事，为光大佛门广动迷人，请大师着法衣上堂。能也只好做不能之事，罪过法师先行。
大人得知宗门法师慧能大师在我南海现身，请大师广开法门，开坛结缘，僧俗不分，普度众生。使者立马大夫，大师看如何是好？也是贫僧的因缘，那就改日一并说好了。请使者如实回复此时为具大人。今日先到此打住，大师所问也算是出了个题目，大家回各自房里用功去，也不枉能大师一番开示。回到曹溪山里早些年待过，有点因缘未了。
Thank you.